差不多。嗯，这家伙是不是又大三尺毒蛇呀？你是脑子没有犯了，又想吃毒蛇是不是？毒蛇现在这能用吃毒蛇？不让我吃，我就想办法偷吃。我们吃的这个是牛筋肠，它里面呢都是大块的牛筋和牛腱子肉，吃起来 Q 弹软糯，特别的有嚼劲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切一根当下酒菜真的是太过瘾了。链接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吃的姐妹们留一张尝一尝吧。你别笑，哎呦我的妈！今天的劳工不在家，我自己整点好吃的。妈，这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？因为长远。来，你这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？别提了，啊，有吃的工作点，饿坏。你不吃大集了吗？哎，别提了，吃大集了，我刚坐上啊，那一群老外了，一人拿小破包啊，全打包走了，三个吃着。哎，别提这话，还有那吃的，那没有啥呀。有一碗粥，还有点黄瓜条，行了。行了，走走走，给你吧，你快，快点给你。这家做大鸡，饿肚子回来。黄瓜条味咋样？这玩意儿好吃啊，脆脆的。好吃啊，嗯，好吃你就多吃点呗。还得加吃，能吃饱吧？这做美大鸡，啥没吃着？还有没有？这不够啊。我吃点黄瓜条吧。老公吃饱了都不能和我呛呀。
这个好吃，你没做背的啊？放心吧，我都给你们备好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是脆爽黄瓜皮儿，它选用的都是嫩黄瓜做的，吃起来脆脆的，微辣还不咸。平时呢，可以搭配个粥啊、米饭、面条，配点各种肉类，开胃下饭解腻。链接呢，我就挂到视频下方了。喜欢吃的姐妹们，搂一单尝一尝吧。嗯，哎呀，吃饱了。这黄皮这么做啊？你爱吃，我就天天给你做。那你不能天天给我吃黄皮呀、啊？这败家娘们儿！我这玩意儿你瞅瞅。你走吧，我自己走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来，媳妇儿，有水没？给我倒点。你干啥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今天呢，先看看老公的表现。老公吃饭了。完了。哎呀，吃饭！人家吃饱了。吃饱了。这啥意思？啊，这不是早上蒸的窝窝头吗？剩了两个，我就蒸饱的时候一起热。谁给你吃了？我吃饱了。这是以电液磨边啊。真香啊。没有酱了吗？人是吃沙沙不够。吃吧，等你吃饱了用你后悔的。媳妇，这什么酱这么好吃？这个呀是香菇辣酱，姐妹们给大家推荐一下，我们吃的这个是1.99米一罐的香菇辣酱，它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，平时可以用它来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夹个馒头，也可以用它来炒菜拌菜，或者是搭配各种肉类都非常的好吃。19.99呢，到手是10罐，链接我就挂到视频下方了，咱们喜欢吃的姐妹们去搂一单尝一尝吧。吃饱了，那我开始了啊！给我扫地去，真恶心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搁十个地啊！这家伙明知道我不会做饭，还故意做了好吃的馋我。太诱人了，我得来几口。真香啊！给你再加点料。生菜包肉真好吃。
吃吧，多吃点，待会有你好看。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想用块骨头来套路我，幸好我买了猪蹄，把猪蹄放里面，等下让你大吃一惊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老公，今天你选一个吧，金盆银盆，选哪个？选一个。骨头都露弯点了，这里边真有肉，你选这个。那你先选，你后吃啊。行。真香啊，这家伙还想吃肉，等下啃骨头去吧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谷物谣言家的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的配料很简单，只有玉米粉、山药、葛根和红枣粉，低脂、零糖、零添加，开水冲泡即可，非常的方便，可以用它来当早餐、晚餐，甜点起买做代餐，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枣的清甜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，现在下单到手是三罐，每罐呢是600克，还送一套杯勺，链接呢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想用喜欢喝的姐妹们赶紧去弄一单吧。吃了，哎，就吃了。懵了吧？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哎呦我的妈！